Okay, this tim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Liubang. We pronounce the Liubang. That person is a Han Chao, Han Dynasty, the first king. Okay, Han Chao de Kai Guo Huangdi, Zhong Guo Han Chao, Han Chinese Han Dynasty, the first king. Okay, 第一个 Huangdi, Liubang. Liubang 是谁? Liubang 是什么人? Han Dynasty, yes, 汉朝大王, 汉朝皇帝, 汉朝的第一个皇帝, 刘邦. 那刘邦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刘邦是中国现在的江苏, 徐州, 沛县这个地方的人.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 who is 刘邦, okay? 刘邦是谁? 刘邦出生在, 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呢? 是在中国的江苏, 徐州, 沛县这个地方。 刘邦这个人呢, 非常的聪明, 性格也很温和, 非常好。 他在这个徐州沛县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的公安局, policeman, yes, he is a policeman, police officer. 他是一个警官, 也是一个警察局的一个 small boss, 小老板, 小的负责人。 刘邦呢, 是一个非常这个, 非常温和, 非常温和的人。 刘邦是在秦朝, 是在秦朝的时候, 做了一个这样的官, Qin Dynasty. Okay, I say he is a Han Dynasty First Kin, right? 韩朝的一个大王. 但是他以前很小的时候, 以前出生在江苏徐州沛县这个地方. 后来呢, 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 小的官职, 就是公安局的一个局长. 那有一次呢, 刘邦啊, 因为工作, 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另外一个地方做什么呢? 他要带着几个不听话的, 坏人, 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但是呢, 工作要求他呢, 工作又让他呢, 三天啊, 五天啊, 到达那个地方。 可是呢, 他在路上, 带着这几个坏人的时候, 看着坏人走的时候, 天特别不好, 非常非常不好, 下雨, 刮风, 走不了路, 没有办法, 他就和这几个坏人, 做坏事的人, 他看着他们, 一起在外面, 休息, 不能走路了, 停留几天, 可是停留了几天, 等天气好的时候, 他们得继续往前走啊。 可是这个时候, 刘邦那人很聪明啊, 刘邦这一想, 不行啊, 我们走得太慢了呀, 我们再过两三天, 也到达不了, 我们要去的地方, 那可怎么办呢? If I cannot on the time, 没有办法, 准时到达的话, 秦的法律, 秦 dynasty, 秦朝的法律特别的严格, 一定得听法律的, 法律说, 你工作这几天, 三天到达, 三天完成, 你一定 must have to, yes, 得完成。 可是, 刘邦一想, 我不能完成啊, 我得晚啊, 晚怎么办呢? Lose the job, yes, 就会没有工作了, 他们就不要我了。 可是, 没有工作了, 然后呢? 还有杀头, cute, 把这个人杀掉, 杀死, 这个人给杀死。 刘邦一想, 我去的时候,
一定是晚了，那么他们一定会把我杀死，没有工作了还要杀死我，非常伤心，非常难过。他就和这个身边的这几个犯人就是这样吧，我有一个主意，我有一个想法。这些活人都非常想要听到这个警察，这个沛县的警察，所以刘邦名字是叫刘邦，他的官职叫沛公。公在过去来讲 In the long time ago 公 likes right now 的 Mr. 沛县是沛，是沛县的那个地方，一个沛县的那个地方一个先生，那沛县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官，可以说是一个官，一个small boss or manager 说什么，一个官是警察的 officer police officer 警官，沛县那个地方的一个小警官 pay police officer 那个地 pay 那个地方的一个 officer 警官，所以大家就叫他沛公。沛公说那个沛公什么事啊，这个刘邦想一想，嗨，我跟你们商量商量吧，我和你们说一说吧， You guys are free now 啊，我们可以走了，我们可以不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刘邦说对，你们可以走了，你们不但可以走了还可以回家了，去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这些人都特别感激刘邦，这刘邦太好了，就非常非常的感激他，谢了一次又谢一次，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就想和刘邦成为好朋友。说然后刘邦说可以吧，我现在就是朋友了，我已经不是那个 police officer 了，和你们一样我什么都不是了，不干了，不做了，让我把你们送到那儿我也得死， I cannot on the time， 我不能准时到达那个地方，所以呢我就不做了，秦的法律太严了。那好吧，是好朋友了，我们可以回家。想问一下沛公，还是叫他沛公啊，这样比较礼貌尊敬他， Please officer、那你想做什么呢？刘邦想了想告诉他们说，我呀想去找一个人，找一个谁呢？我听说现在的地方叫江苏泗水，江苏泗水的那个地方有一个英雄，英雄 Honor 英雄 Honor 英雄，他呢是叫项伯，项伯还有一个侄子，这个侄子呢就是他哥哥或者弟弟的儿子，叫项羽，特别会打仗，也和他们在一起去打仗 fight 打仗，打谁呢？打秦兵。什么？打秦兵？对，那个时候 刘邦是在秦朝做官，他为什么要打秦兵呢？听好了啊，他说了，秦的这个法律太严了，做错了一件事就要把一个人打死杀死，我不喜欢 I don't like Qin Dynasty， 不喜欢秦朝， I want a new one， just don't like that one， 不喜欢秦朝。可是项伯和项羽呢，他们也不喜欢，他们也想 make a new dynasty， 有一个新的王朝，我想去找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 honor honor 英雄，他们就是一个英雄，我想和他们一起去打秦军。这几个坏人听了刘邦一说，好，太高兴了，非常高兴，说这个沛公啊，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们
们想和你一起去，一起去打仗，去把打秦军，把他们打败，跟着你。就这样，刘邦呢，没有了工作，没有了这个沛县的这个警官的工作，就带着几个人啊，一起去找这个江苏泗水的项伯和项羽了。在这个路上呢，这刘邦这个人喜欢讲话啊，脾气也特别好，和朋友一起喝酒啊聊天呢、啊、一面走一面又认识了很多人，都成为了朋友。这样刘邦就带了一些人，几十个人，就来到了这个江苏泗水。这刘邦也是一个小官，有兵跟着他，对吧？就这样，然后看到了项伯，就说我呢想和你一起想把秦兵打败，想有一个新的王朝，新的 dynasty 朝代，秦朝推翻，有个新的朝。好了，那现在说完了这个刘邦，刘邦是什么人呢？我讲了啊，刘邦是江苏徐州沛县的人。这个项羽和项伯呢也是江苏的，但是是泗水的，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地方的。那江苏这个地方啊，江苏泗水和江苏这个徐州沛县这个地方，以前呢都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什么呢？叫楚国，叫楚国。意思就是说，刘邦和项羽都是楚国人，他们是楚国人还是秦国人？他们是在楚国出生，然后被秦国的一个大王秦嬴政打败了，他们就没有了自己的国家，都变成了秦国。但是呢，秦国的法律太严了，如果你做不好一点事儿，就会被杀死。所以呢，刘邦就不喜欢这个秦朝，他想要一个新的朝代，所以要打秦兵。那这个项伯和项羽也是楚国人，现在呢也是变成了秦国人，最开始是在楚国出生长大的，所以现在呢因为秦打败了楚国，就变成楚国人了。项羽和项伯喜不喜欢楚国呢？也不喜欢。为什么呢？他们都喜欢自己的国家。这个项伯是项羽的侄子，是他弟弟或者哥哥的孩子。那项羽为什么跟着他的叔叔在一起呢？项羽的爸爸妈妈被秦军给杀死了，给打死了。项羽的爷爷项燕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military 一个大的军官，所以也被这个秦军给杀死了。所以项羽呢心里呢也不喜欢这个秦国，虽然他们现在都是秦国人，但是他们心里都在想，我们还是楚国人，我们不喜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的 dynasty，把他们打败。刘邦项羽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有一个 goals 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秦打败，把秦军打败，要一个新的 dynasty 新的一个朝代。他们就不停地打呀。这个项羽是什么样的人呢？项羽是一个听说非常高傲 and also still so handsome， 也非常的英俊，非常的帅。项羽呢又非常非常的会打仗，非常喜欢看书。他喜欢看什么书呢？打仗的书，叫兵书，非常喜欢看兵书，打仗的书。
所以呢，项羽打仗的时候呢，总是赢，总是赢。很多人都喜欢和项羽一起打仗，项羽会打仗啊，喜欢和他打仗。刘邦的人少，项羽的人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打着打着，刘邦的人越来越多，项羽的人越来越少。哎，怎么回事呢？Why and how? 你的意思是说，刘邦很会打仗，刘邦比项羽会打仗？不对，不对，不对，错了。项羽会打仗，项羽比刘邦会打仗。那如果项羽比刘邦会打仗，为什么项羽的人越来越少，刘邦的人越来越多呢？因为项羽太聪明了 ，so smart， 项羽太会打仗了，所以项羽总是觉得谁打的都不好，他是最好的，所以他总是说他的兵跟他一起打仗的人说你们不好，你们打的不好，不表扬他们，就是就不喜欢项羽。就偷偷的都跑到了刘邦那里。刘邦怎么样呢？刘邦这个人呢，没有项羽那么会打仗，但是他总是经常说 You guys great job， 总会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做得很好，总是鼓励这些人，这些兵，这些 soldier encouragement， 对，鼓励他们。很多人都开始不喜欢项羽，喜欢刘邦。可是呢，刘邦这个人嘴特别会说呀，啊，他就是这些兵越来越多，地方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啊，项羽也觉得，嗯，我和这个刘邦一起打秦的那是体的秦兵。所以如果打完了我们赢了， we both win， who become is king， 谁当皇帝呢？项羽就想，我应该当皇帝，我比刘邦打得好，我总赢。刘邦也想，但是刘邦不敢讲，他不能讲。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讲？刘邦知道项羽比他会打仗，所以他现在不能讲。他觉得我的人还不够多，我的地方还不够大，所以不能讲。有一次啊，在洪门的这个地方，地名洪门，这个项羽呢就是要请这个刘邦吃饭，其实是想要杀了他。这个刘邦一听说要请我吃饭，刘邦也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秦已经灭了，快要灭亡了，啊，谁当皇帝呀？刘邦说不去不行，不去害怕项羽不高兴，去了害怕他一生气把我杀了怎么办？唉，没办法，还是去吧。刘邦就怎么去呢？这样吧，不能让他把我杀了。让他觉得我特别好，刘邦这个人特别聪明，带了很多好的礼物，好的宝贵的东西，带了一些了不起的人，有本领的人，就是到了这个鸿门这个地方。到了鸿门这个地方，项羽就看，如果刘邦不好的话，就把他杀掉。刘邦来这地方，刘邦心里想，我一定要非常好，好好的要讨好这个项羽，要好好的和他说话。所以呢，刘邦就跟项羽说，一面吃肉一面喝酒，就告诉这个项羽说，你放心吧，我们俩是好朋友，我们俩一起打秦军，打到最后就是我赢了，我也不当皇帝，你当皇帝，我听你的。这个
夏雨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太高兴了啊！说其实我不用担心的，我不需要担心的，为什么呢？你看看，刘邦给我送了这么多的酒啊、肉啊、好的东西啊、珠宝啊，这个刘邦对我这么好，他怎么可能和我一起想做皇帝呢？ 当然不能。所以呢，项羽就相信了刘邦说的话。刘邦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呢？等一下再讲，we talk later，OK？所以呢，项羽特别高兴，说这样吧，那我也封你一个官吧，就我给你一个官吧，啊，给你个老板吧，给你个事情做吧，给你很多人吧，就给他一个官职，叫汉王。 汉王，最开始我们说了刘邦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刘邦。他最开始是一个 police officer， 这个 police officer from the 沛县，所以叫沛公。后来呢，他就到了这个江苏的泗水，找这个项羽的叔叔。项羽的叔叔又告诉他，这个人另外一个好朋友是，这个是项羽，他们一起打仗。 刘邦不是一个官，就是有几个人。现在呢，项羽觉得刘邦这个人不错，啊，那我给你一个官职吧，给你一个官当吧，给你一个 leader 吧，你的 leader 是汉王。那项羽是不是呢？项羽是，项羽自称挺好的，自称自己叫自己是什么？霸王，是楚国的霸王。这个霸王就是一个大王。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什么，一个 leader， 一个部队、一个军队的 military 的 leader， 叫霸王。那刘邦的这个王呢，叫汉王，也是一个 leader。好了，刘邦的这个王是这个项羽给的，那意思就是项羽比刘邦大 ，higher level，yes。那项羽是自称是楚霸王，楚国的一个 leader。 一个 military 的 leader， 一个大王。这个刘邦呢，就是一个汉王，项羽给的。好了，这件事情，刘邦就特别高兴了，回去当汉王了。他们继续开始打，刘邦挺高兴的，终于跑回家了，啊，回去了，离开了这个什么地方啊？鸿门这个地方，还得了一个官，挺好的哈。这是后来的事儿。可是呢。 我们继续开始打。这个时候，刘邦每天都在想：我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地方越来越大，难道我不想做皇帝吗？The meaning is， 我想做皇帝。难道我想要项羽当皇帝吗？The meaning is， no， 不，那谁呢？刘邦想，所以刘邦就开始这个时候改变了主意。 Change his idea， 什么主意呢？因为秦军已经打败，秦没有了，没有秦兵了，秦兵都打败了。We need to build a new dynasty， 所以项羽想当皇帝，刘邦 say no， 不行。你怎么知道呢？刘邦开始打项羽了呀，没有秦军，他打项羽呀。 项羽当然知道了，这可怎么办呢？项羽当然不怕，非常非常的勇敢，非常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所以打着打着，一直打到一个什么地方呢？虽然项羽虽然很会打仗，但是项羽的兵越来越少。再说一遍，项羽的兵为什么越来越少呢？项羽从来都觉得。 打仗的时候，自己是最好的。他的那些 soldiers， 没有人比他更好，他自己是最好的那个人。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欢项羽，都跑到刘邦那个地方去了。刘邦总会说：“我的 soldiers， 我的这个士兵，你们最好。”然后还给士兵酒、肉，还给他们官当，所以他们就跟这个刘邦在一起，特别高兴。 喜欢和刘邦
刘邦人越来越多了，就说那就当皇帝，我们得打这个谁呀、啊？得打这个项羽，所以就一面打项羽，项羽是一面跑，跑到一个地方叫垓这个地方。所以有一个故事叫垓下之战，就是这个故事。我现在讲的就是垓下之战这个故事。垓下之战就是在垓打的这次战争，这个战垓下之战在垓这个地方打的战垓，一直把项羽追到垓这个地方以后，项羽没地方跑了，也跑不动了，天也黑了，夜也静了。项羽和他的夫人，他的妻子虞姬就在这个帐篷里，帐篷就是我们在外面休息睡觉军队待的地方，那个营帐休息。那刘邦在哪呢？刘邦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太远的地方。天黑了，太晚了，大家都休息了，不打了，准备好明天第二天再打，不太远。那刘邦的兵叫什么兵呢？就叫汉兵。为什么叫汉兵呢？跟刘邦在一起的兵当然叫汉兵。为什么？因为刘邦叫汉王啊。听好了，汉王这个名字还是项羽给他的官，给他的 leader, right? 好，谢谢。刘邦呢的兵也在一个帐篷里休息。这个时候刘邦的身边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叫什么呢？叫韩信。韩信特别聪明。韩信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专门给这个刘邦出主意的人，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怎样做，帮助刘邦的人。你看看啊，刘邦知道自己没有项羽会打仗，但是没问题啊，我一样有很多人呢，我有朋友啊，他们都帮我，告诉我怎么做。所以呢，这个韩信呢就告诉这个刘邦的这些士兵、汉兵，所以你们呢怎么办呢？今天晚上不许睡觉，教你们唱一首歌吧。他们说好吧，我们都很累了，还唱歌啊？韩信说一定唱，非唱不可。那唱什么歌啊？你们先跟我学。学什么歌呢？学一首想家的歌。汉兵说你看我们都很人困马乏的啊，都很累了，还要我们唱歌，还要唱一个这个什么歌叫楚国的歌，是不是弄错了？我们不是汉兵吗？是刘邦的兵，我们就应该唱汉兵的歌曲啊，汉营的歌曲啊，怎么可以唱这楚国的歌曲呢？韩信说了，没有为什么，就是要唱楚国的歌曲。他说楚国的歌曲那不是项羽那边的歌曲吗？对，我们就要学项羽楚国的歌曲给他听。为什么呢？让他们听一听楚国的歌曲。听什么歌曲呢？想家的歌曲。让项羽和他的士兵听，听了以后让他们怎么样呢？想家，不能让他们休息，别让他们睡觉，让他们累，让他们伤心，让他们难过。听了歌以后不能睡觉，第二天就没有办法和我们打仗啊。哦，这些汉兵终于明白了，韩信太聪明了。韩信说我让你项羽怎么样心情不好，我让你的士兵也想家，让你的士兵听了歌以后都不想再打仗了，项羽再英雄再了不起也不行了。所以呢，那天晚上韩信呢就教这个汉兵唱楚国的歌曲，故意大声唱，而且就是给这个项羽他们的士兵听，就是给项羽听，就是让他们听，而且一定要有伤心的、难过的、想家的声音，这样去唱。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晚上很静啊，没有声音，而且还刮风，那个风刚好还是顺风，
从这个汉营的这个营房里一下子就吹到了楚营那里，很容易就听见了，很快，太快了，天已经黑了，大家都开始休息了，准备好好休息，准备第二天回去再打这个汉军。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楚军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安静的听到一种声音从汉营那里出来，唱的是楚国的歌曲。这个项羽一听非常惊讶，大吃一惊，吓了一跳，哇，怎么回事？有问题吗？出了什么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会？不对呀，这个是我们楚国的歌曲，这个汉军汉营他们怎么唱我的歌呢？怎么唱我的国家的歌曲呢？这个意思是我的楚兵都跑到了这个汉营那里，我的楚兵都被汉营抓去了，难道是？项羽非常伤心，非常难过，怎么回事？他想着想着，这个时候，项羽身边的很多士兵听好了，听了这首歌曲，而且还是一个想家的歌曲，这首歌让人非常非常的想家。为什么呢？它还是有音乐伴的。什么音乐呢？最早以前中国有一种乐器 not piano 啊，不是钢琴啊，是另外一种乐器叫箫。这个乐器箫这个乐器啊，是专门的演奏那种悲伤的 sad 伤心的难过的歌曲的一个乐器，所以一听是这个乐器演奏的歌曲都是伤心的难过的，而且他们就是演奏的一个想家的歌曲，非常想家。项羽的士兵听了以后，一些士兵就悄悄的没有声音的离开了项羽，回家了，不想打仗了，他们想家了。这个就是韩信想要做的事儿。韩信是谁了？韩信是刘邦的一个谋士，谋士就是给别人出主意的人，叫别人怎样做事儿的人。这个韩信呢，过去我们叫谋士，给别人出主意的人，对吧？现在韩信当然是帮助刘邦了，怎样打项羽。可是项羽的兵听了以后，觉得就回家了，想家。那项羽听了怎么了？也是大吃一惊，非常伤心难过。然后这个时候呢，项羽的帐篷外面有匹马，我们叫宝马。宝马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马。非常好的马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能跑的马，怎么跑也不累，一天可以跑1000多里，非常好的马。那意思就是说，有的马跑不了那么远，比较慢，这个马可以跑那么远，跑得还快，所以就叫宝马。这个马叫乌骓，项羽给他起个名字叫乌骓。有了这个音乐以后，特别奇怪，就好像是这个马也懂音乐一样。人听了音乐伤心难过，有的人就偷偷的跑了，不想打仗了。马呢，马听了以后也叫了起来。怎么叫呢？叫嘶鸣。什么叫嘶鸣啊？嘶鸣就是悲哀的、绝望的。什么是悲哀的、绝望的？没有希望的。什么是没有希望？要死了的样子。非常伤心的、要死了的样子，叫哀嚎嘶鸣。
什么呢？是动物叫的声音，那个声音听起来要死亡的意思，伤心的、难过的、接近死亡的样子。项羽一听，唉，真是不高兴。你看看今天晚上，啊，你说我在这儿想要好好休息一下，准备明天继续打这个汉营，打这个汉兵，他们追我，我想休息。可是呢，汉营那边却唱我们楚国的歌，让我非常伤心难过。就在想，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楚军，楚国歌一定是楚军唱的呀。项羽心里一震，以为是楚军唱的，其实是韩信做的一个计谋，出了一个坏主意，让这个项羽心以为真。为什么？就是想要项羽怎么样啊？不勇敢呐、啊，就是想要项羽害怕呀，就是想要项羽紧张害怕，明天不能很好的打仗啊，就是想要项羽的兵还有他们怎么样，别休息啊，不让他们休息，让他们累，第二天不能打仗。这个就是韩信的主意，也是韩信的想法啊，也是韩信的构思目的啊，目标啊。项羽不够聪明的，项羽就不知道，项羽就真的就相信了。所以项羽心情非常不好，再看看他那匹宝马，那个乌骓又在外面叫，非常伤心难过。再看看他身边的这个美丽的妻子夫人，他的妻子叫虞姬，项羽非常难过。然后项羽怎么样 cry， 项羽就哭了。听好了，项羽是一个 hero， 是一个英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一个英雄，一个了不起的非常会打仗的一个人啊 ，the military leader， 一个大将军，霸王，非常勇敢，他非常喜欢看兵书，非常会打仗啊，非常会打仗，打仗就是打仗啊，非常会。如果他要哭了的话，那就是非常伤心难过，他累了，他不想再打。他看看身边的美丽的妻子夫人，他说虞姬啊虞姬，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啊，说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他就说，我的力气非常的大，可以把山拔起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我的力气真的非常大，山我都不怕，我可以把山拔起来，我的气魄，我的勇敢，我非常勇敢，很多的英雄都没有我勇敢，没有我气魄，我是最勇敢的那个人，和勇敢的人在一起，我是最勇敢的。可是现在呢 ？Right now, but now， 唉，天哪 ，That's a God。天哪，上帝啊，天哪，你不帮我了，你不想让我打仗啊，我不行了，为什么？你看看，他就在想，我的兵都在汉营那里，楚军，我的马在那外面叫。他的太太虞姬特别聪明，只要那匹马叫的是快走开，别在这儿叫了，别在这嘶鸣了，我不想让项羽听到。虞姬就想让那匹马走开，可是那匹马也不走，不离开，就在帐篷的外面嘶鸣，悲伤难过的叫着。项羽就说，你再看看，我的马也不走开，再看看我这美丽的妻子
夫人. You can say 夫人, you can say 妻子. Okay. 你夫人, more honorable. 妻子 just the wife. Okay. 你看我这美丽的夫人, 虞姬, 那你可怎么办呢? Oh, you, 你怎么办呢? 我的马不能跑了, 他在那里伤心难过的叫, 他不想再帮我了, 你怎么办呢? 我怎么打仗啊? 然后, 他的妻子, 虞姬, 和他一起, 伤心, 难过, 又唱了一遍, again, sing again, yes. 唱完了以后, 虞姬, 他的妻子, 拿出剑来, 宝剑, bigger knife, yes, longer one, 拿出剑来, 就把自己, 杀死了，自己就死了。项羽看见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虞姬死了，就想：现在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我也没有太太了，没有妻子了，我骑着马，我冲出去，我不能让这个汉兵追上我，继续向前跑。 和他的一些士兵, ride a horse, yes, 骑上马就冲出去了。项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敢。项羽只带了800多人。为什么要说800多人呢？只带了800多, 只剩下800多, we have to say 只剩下 only have, 就有800多兵骑兵冲出了 这个汉营跑过去冲过去，为什么说只有800呢？意思是说以前比800要多，比800要多的多。意思800很少，只剩800，以前比800要多。那这是很晚的时候，没有睡觉，骑着马就冲过去。那个时候没有汽车，也没有飞机马。 就是the vehicle, military vehicle, 就是他们这个打仗的一个交通工具，只有马，所以他们骑着马就冲了出去。汉军不知道，汉军不是把他们围住了 cover 围住了吗？四面到处都是啊，都是汉兵，到处都唱着楚歌，把这个项羽围上。项羽非常勇敢。 非常会打仗，所以呢，他骑着马就冲出去了。这时候，汉营还没有想到，汉兵没想到还在那睡觉呢。等汉在这个项羽骑兵已经跑出去很远的时候，这个汉兵才醒了，才明白哦，项羽哪去了？别他跑了，我们把他围住了，他怎么跑出去了？项羽太勇敢了，项羽非常勇敢。但是，无论项羽怎样跑。 项羽这人只有800，刘邦的兵很多，刘邦派了5000多骑兵，5000 and 项羽是 800，5000 is 5000多人马去追项羽，项羽就打这些坏人，打死了，又有坏人上来，打死了，又有汉兵上来了。 打了死了一些，又有一些。这个时候，项羽一边打一边跑，跑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记住哦。这个地方叫乌江，乌江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个江苏泗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乌镇，乌江。这个乌江呢，就是项羽最开始。 打仗的地方，乌江的东边，项羽呢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走不了了，这是一条江，他是在江的西边，停了下来，怎么办呢？后边又有人追上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到哪里去呢？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人，就一个人划着一条船，boat，the small boat，过来了。
看到项羽，他说：“楚霸王，霸王，大将军，你的大王。”他一眼就看出认出他来了。这个意思是说，项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谁都认识他，谁都喜欢他，认识他，老百姓都喜欢他。说这样吧，你快快快，赶快上我的船，船 small boat， 我带你去乌江的东边，现在是在西边，赶紧到东边去，这样汉军、汉营就追不上你了，快点跑吧，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快点跑吧。大王，楚大王，请你快点上船吧，快点上船吧。项羽这个时候有点伤心难过，就是韩信的这个主意，让汉营、汉兵唱楚歌。所以昨天晚上、前天的晚上，整个的项羽心情都不好，都是在悲伤难过的心情。虽然项羽已经跑出去了，冲出了这个汉营，但他的心情始终是伤心难过。可是他真的没有时间了，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上船。项羽没有上船，项羽停顿了一下说：“我西楚霸王，我一个大王，一个将军，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上了这条船，到了乌江的东边，那里是我的老家，我的 hometown。我从那儿来的时候，我是有8000多人跟着我，跟着我项羽去打秦兵。可是现在秦兵没有了，我的好朋友刘邦在追杀我。刘邦当初没有兵的，我是8000多人跟着我，现在我被我的好朋友刘邦把我追杀到没有地方可走了。你叫我一个人回去吗？一条船，这个人只能带着项羽。项羽说：“不行， I don't want to lose face， 我不能回去，我不能这样丢脸的回去。”项羽就说：“我是一个英雄，我打仗打了10几年的仗，打了70多次仗，10来年70多次，每一次都 win 都赢，我从来没有输过，我项羽从来没有输过。现在让我一个人回去，我没有脸面见我的父老乡亲。”这句话的意思，我没有脸，我不好意思去看我的老家 hometown 那些人、那些老百姓啊。划船的人继续说：“没关系，你可以重新开始啊，你看 start again， 我们还有一些人呢，过了江就是江东了，刘邦追不上你了，那个汉王追不上你了，江东地方很小，可是你重新开始啊，我们可以跟着你继续打呀，我们还有1000多人呢，大王别怕。”项羽长叹一声，唉，长叹一声，我们什么时候会叹呢？唉，累的时候，肯定不是高兴的时候，伤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才是这样叹气。项羽就是这样长叹了一声，说：“我不能一个人回去，我不能丢下我的士兵一个人过这个江，啊，过这个乌江。这样吧，我这里就有我的这匹宝马，这匹宝马，它非常非常的好，它叫乌骓，它一直就跟着我打仗，我不忍心，我不能把它放在这儿。不能把它丢在这儿，
我也不能把他杀掉，请你帮我把这匹马带回去吧，带到乌江的东边，我的老家去吧。项羽最后没有上船。这个时候，汉兵已经追杀过来了，很多汉兵都追杀过来了。项羽没有选择，告诉他身边仅有的20几个人，26个人，说好了，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想法了。Don't have any idea. We just 打，用刀 the knife 刀去杀敌人。一个人就像10个人去杀，10个人就像100个人去杀，杀死了很多很多的汉兵，因为汉兵实在是太多了。项羽身边的人都死了，最后就剩项羽一个人了。项羽还继续在杀敌人。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很快的冲了过来。项羽一下子就看到，哎，这个人吕布同，他的名字叫吕布同。项羽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你不是吕布同吗？那个人是从汉兵过来的，想要打我。那个人回答说，对，我是吕布同，霸王。项羽是楚霸王，你说对了，我就是吕布同，今天是来杀你的，要把你杀死。项羽说，吕布同，我认识你，你是我的老乡啊，我们是在一起出生长大的好朋友啊，今天你在汉营，你成为了一个汉兵，追我到乌江边这个地方，让我无处可走，没有脸面去见我的父老乡亲。那好吧，我项羽也不活了，我看在你是我老乡的份上，我觉得你还是我的同乡，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我给你一个礼物吧。一个什么礼物呢？吕布同听着项羽告诉他，我听说你们的大将军汉王刘邦非常希望把我抓到，有人把我抓到，如果是谁得到了我，抓到了我，那个人会得到很多的钱财，还会得到一个 leader， 一个大官，封他为大官。那好吧，吕布同，我看看你是我的老乡的份上，我把这个礼物给你吧，我把这个人情给你吧，我现在就死，然后你抱着我的头到刘邦那儿去得礼物去吧，去当官吧，去发财吧。项羽非常勇敢，说完了以后拔出短刀，杀死了自己，人头落地。当然，吕布同就抱着项羽的人头，到刘邦那里去得赏、得钱、得钱财去了。项羽死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有点伤心、难过，确实是伤心，有点难过。项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英雄。项羽死的那年才是31岁，非常年轻的一个 military， 一个军官，一个大王。项羽死了，这次仗就算打完了， they over done finished。
Xiangyu 死了，刘邦就赢了，刘邦就成为了一个新的王朝，一个汉朝 Han Dynasty。 刘邦也成为了汉朝的第一代皇帝。刘邦是汉朝的第一代皇帝，汉朝统治了400多年 400 years, more than 400 years。 刘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项羽是一个英雄。刚开始打仗的时候，项羽非常勇敢，打到最后秦灭亡了，项羽没有得到他当皇帝的美梦，和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他的梦想。刘邦夺得了天下，秦灭亡以后，秦没有了以后， Qin Dynasty finished, the next dynasty, Han Dynasty 开始。所以刘邦是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是这样当了皇帝。刘邦汉朝开始做的皇帝，中国的汉民族，中国人的汉民族是从汉朝开始的。好，谢谢，我们下一次继续讲下一个故事，再见。